哎，我想，菜宝，你喜欢恋爱里的谁吗？我喜欢的那当然是唐可可啦！哦，你不要让我说了吧？肯定啦！最喜欢的就是唐可可啦！你喜欢他哪里呀？我要好好问一下。是吗？就是因为他会在。任何行动之前要思考很多东西啊！你为什么要重复我说的话？是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就这个就是他的魅力嘛。你不能做一个复读机。我感觉可能大家刚看到他的时候，或者是刚在动画里看到他的时候，会觉得他好像太勇了，就是一个不太思考就马上行动的一个女生。但其实我觉得。他其实在做任何行动之前都会考虑很多，就是会准备好所有的事情再走出行动，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地方。的确啊，他一开始那个第一话的时候就不，你不能做一个复读机，就是因为他好看，我喜欢他的脸，我喜欢他的脸好看哦。就没有更深层次一点的东西吗？你的脸我也好喜欢，好看哦。啊，就来。OK。魅力无限啊，我。魅力无限，对，就是用